Tina.这里呢是个社区公园，离我们家开车大约十分钟。这个公园有个特点，它是一个叫 Great Lake Life Steamer 这个俱乐部的活动场所。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呢都是模型小火车制作的爱好者。这个 Great Lake Life Steamer 俱乐部的成员呢，在每年五月份到十一月份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在这里举办活动。这些活动包括他们拿他们自己制作的小火车在这里开，并且让公园的游客乘坐他们的小火车。这当然主要是取悦于孩子。玩不玩，金刚？那这请低盖紧的，那一般弄个照片我的。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跨。对。金刚看看。这些小火车呢做的都很逼真，你看这个蒸汽机车是可能是做的最漂亮的一个，它真的是烧那种小煤块。